看的角度看生活 ，It's my life. How about yours? Henry Diary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追踪我的频道，喜欢的朋友给个赞。Living in the world， 还可以啊。今天我要来开箱我从美国来的包裹，就是当初我回来的时候差不多二月中嘛，在回来之前我寄了两箱海运的包裹，然后当初跟我接洽的那个人说可能一个月半或两个月就会到，但现在已经六月快七月了，然后我二月的时候寄的，你看这样2、3、4、5、6，这样四个月，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导致说 delay， 但是至少没有寄丢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，而且我也忘记我里面到底包什么，就是有到底可能应该内衣裤有的没有的。然后我记得我要送我老师的，因为我老师好像前几年就生小孩嘛，我想出来寄个婴儿的服饰，但是我当初回来想说，我记得我好像有买婴儿的服饰，但是发现说好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说哦，原来在海运上，然后我有买东西给我姐，然后她说，我东西咧，在海运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来开箱吧。我的领带也在这哎，婴儿的，唱那种圣诞节演唱会的时候的录音带，我唱了2年，然后之后搬到纽泽西，不错，很刺激，你也太多滴滴扣扣了吧。好的，好了。哎呦，那么多衣服哦！看台湾的孩子啊！
那这一本是我原本要在美国看的，但是我发现我就翻了几页就没看。我发现我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有时候我很喜欢买书，但是有时候看了几页就觉得好懒，就很想睡，就没有看了。你看做工也懒。你看最近有一部电影，最近有一部连续剧叫做《做工的人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类似，但是还蛮好看的，试试推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，金韩日记，拜。想看更多的资讯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Life is good to you.